不單咧，其實咧佢嗰個飲食咧就係中式飯嘅啦。誒，佢哋就冇乜魚類嘅，有嘅可能係炸魚嗰啲啦。咁同埋你少殺生嘅，所以肉類就唔多。咁啊，都用手食飯嘅，見到啦，用手食飯咁咧就會可能攞啲飯，攞啲飯揸成啲飯圓，飲啲汁嚟食咁樣樣。咁啊，不單係名菜嘅，啱啱都有就係芝士辣椒芝士，真係好夠大家咁食，大家可以幫佢試下。咁啊，有啲不單奔忙啦，見到呢度中間呢度。我想去哪里，没有影响力的。那么他就2008年